火烧车的关系，前座整个已经是消失，几乎快要不见了，只剩下骨架而已，然后轮胎也都不见了。目前现场火势还是相当的猛烈，那这起车祸今天是发生在今天早上11点的时候，那据目击者表示说，这辆特斯拉撞上中正桥汽机车分隔岛的时候，并没有任何的刹车，整辆车直接撞上去，撞击的声响相当的大，然后附近工地的工人全部都听到，那工人听到的第一时间下车，有上前去抢救，那大家也都是分工合作。